我觉得胆识是大胆决策并勇于承担。我觉得我就是自信的代表，要相信自己能迎接所有的挑战。坚定就是面对困难坚持不懈不放弃。痛快就是将自己喜欢的事物变成工作的一部分并享受其中。胆色就是勇于认错，接受任何评语。自信是对于贩售的产品展现自信，介绍给客人，说服顾客相信我们的推荐。坚定就是带领团队往前冲，达成目标使命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耶！痛快是享受自己的进步，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好。我是台中远东的店长，大家都叫我 Kenny， 目前任职于 Puma 11年。我是来自桃园远东的盛安，原本就很喜欢运动，对流行穿搭也很有兴趣。我本身很喜欢销售，喜欢服务客人得到认同。因为直营的福利跟制度比较完善，我的个性也偏向于活泼开朗，也喜欢与人接触。我在店铺担任资深销售员，主要的工作是销售，处理主管交付的店内营运事务。平常的工作内容，卖场的维护跟库存的管理。在 Puma 中学习到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，零售是瞬息万变的产业，每天都有新鲜事，魔鬼就藏在细节里。以前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，现在都有办法自己独立完成。团队合作的重要性，如果没有这些同仁的帮忙啊，分工合作，我们做起来是会非常累的。我学习到如何有效地替顾客搭配商品，一开始不晓得商品该如何介绍，也不晓得怎么和客人开启话题，累积了一定的经验，还有商品知识的专业度增加之后，我对客人的解说与介绍都变得更加顺畅了。Puma 提供了很多的教育训练、产品知识、户外的体验，可以做到自己之前不敢做的事，增加自己的勇气，期许自己在工作上的能力更进步，也能在同事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协助他们。自己慢慢喜欢上 Puma， 也发现到 Puma 进步的速度，不管是产品规划、公司策略，在工作上我最想感谢的是公司给予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舞台，那也感谢公司的信任，让我可以带领一个多人的团队。他们一路以来一直肯定着我们，并支持着我们的决策，而相信我们这一切都做得到。Puma 是一间愿意听取前线人员意见并改善的公司。不要怕尝试新的事物，不要害怕面对困难，发挥自己的专长，持续保持学习心态。除了能获得相关专业知识，也让你在工作之外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学习与体验。工作和玩乐在 Puma 不冲突哦。欢迎你来 Puma 这个大家庭，勇敢的做自己。让工作成为生活的一部分，那就加入我们吧！相信自己的选择 ，I want you。对自己有信心，我们一起加油。